小胖今天既然如此出尽风头，刚才又 rap，不如你跟那个冰冰来 PK 一下好了，就你们两个来不玩篮球，我不是不玩篮球，你用你的专长，你用你的创作即兴创作，比如说形容我们现场的一位主持人，然后我们再请小胖用他的 rap 或者他的什么形式来形容我们一位主持人，好不好？好啊好啊，挺有难度的这个啊，这个非常有难度，对，有难度。那小胖你想先来还是先听冰冰来？先他来啊，先他来。小胖先来吧，小胖来，小胖来，我们是业余的先来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是决定了，既然两位都推辞了吧，不推辞的话，海涛先来，预备起。形容一下娜姐，预备起。哟，他是个风，那是个风，那是个七个风，哟，大变就风风。夜快乐大本营，夜快乐大本营，夜快乐大本营，夜闭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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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你心目中，娜姐就是这个嘣，这个嘣，这个啊！你脑子里面看见我应该有很多词，怎么一片空白呢？我的妈呀！我们来看看小胖，好吧？小胖，小胖，小胖，你来形容谁？你来形容谁？对他手里真的还永远没有麦克风，形容我。何老师，形容我，何老师。等一下，这个呵呵是在嘲笑我吗？快乐大本营，就是快乐。对不起，好，我尽量不打断啊。啊哈哈耶，这是快乐大本营 ，Everybody come on， 来听我的 freestyle， 耶，是，我前天离开家，昨天到长沙，今天来到快乐大本营，看到大家，看到他有何其不老师，非常可爱，长得就像一个小孩，这么年轻，长得这么可爱，我不再上去，大家都说他是我的弟弟，别人都说这是一个秘密，哈哈，这是别人想的都不知道，何炅老师非常有才华，我听过他的专辑，可我专辑非常好听，有一首歌我还会唱，怎么唱？何老师你来唱。我不是主持人，不是 MC， 但是我的头脑转的就是这么快，这是关键是我的 freestyle， 真的感谢大家跟他一起，大家跟我一起 happy party。谢谢，这个时候如果不叫停，是不是你一直可以念下去？然后他就反复就好了。导演提醒我说，他一直要抢队长的麦克风，其实小胖放了一个麦克风在口袋里。你是想顺便带回家做个纪念是吧，哥哥？不，来，不好意思，小胖这儿还有一个麦克风。他这儿还藏一个麦克风。在小胖表演过程当中，我就看到那位姐姐啊，就头发有一点点白的姐姐，脑袋顶上浮现很多问号。好，希望下一段冰冰的表演能够让姐姐能够听懂，好不好？哇，这样很有压力。是，是，你会选择谁？选过不选，我选娜娜好了。好，娜娜。很好唱哎，美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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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来准备了，我们给冰冰一点点时间。嗯。好，音乐老师，你先来一个音乐好了。好。听到音乐，我们把手举起来。Oh yeah, oh yeah。我说胡彦斌，你说哟，胡彦斌哟，胡彦斌哟。我说胡彦斌，你说哟，胡彦斌哟，胡彦斌哟。我们来形容一下娜娜小姐，娜娜是个可爱的女孩，哦，真的让人很多的遐想，哦，真的耶，我觉得很多主持人都没有你这么的漂亮，怎么办？很多男生见到你都会脸红，哦，真的好耶，哦耶，我真的没有办法再去形容。我知道你的下张专辑，你的第一张专辑马上就要发行，希望到时候大家可以专辑上市，给一点面子。
平，肯德基来到湖南卫视胡彦斌 freestyle hip hop yo hey yo rap 就是我的风格 yeah hey hey yo 我说胡彦斌你说 yo 胡彦斌 yo 胡彦斌 yo OK 你们都是最乖的吼吼我觉得啊他们两个风格有点不一样、小胖是属于激情型，对，就整个我就觉得他像一个通电的宝宝，在每秒都在那种很激动的